你们还聪明，快上！要可能一分钟吗？ 开始哦，B。好，其实我是来上海林那个记者这样啊。我是C康，然后我是仓石贤也，就是我们的网站主这样。然后但是我是谁不重要，反正就是之后看这个东西之后可以找我。就是我们做名片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名片非常的资讯不明显，就是只有信箱，然后电话，但是你要找这个人，他根本会不会回应都不知道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就那个等一下你会看到的一个某个系统里面，我就发了遗书，然后呢。 昨天回去的时候就说好吧，我做了，然后就晚上睡觉2个小时完成，然后是我要来 demo，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放在 GitHub 的 project， 而且是纯 JS， 所以你只要后面打入我们这个工作人的资讯，它就 loading， 然后 loading 完之后就可以读出它的资讯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 GitHub repo 可以去存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召唤一下我们总召。 然后这是我们总招，然后他就说叫大家将这投稿的时候一行结束，因为他这个图片他要手动换行。好，那就还有就是我们 C 康需要赞助，然后昨天因为我们 C 康 BOF 50几个人 ，Danny 他瘦了，好吧，所以就是谢谢大家。 24个都可以就可以吃，好就可以领那个 T 恤了啊！下次加油，好，下一位。